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在2020年年初接触到八路大侠的投资课程的。在接触到这个投资课程之前啊，我都觉得股票啊就像是赌博，可能是要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。可是学了八路大侠的课程之后啊，我整个对股票的概念大大的改观。原来像我们这种小额投资的人也能稳稳的赚到钱。像我这种刚接触股票的人啊，也不用怕学完东西之后还要自己研究东研究西的。因为八六大侠有一套投资的秘籍会教给你，只要把这套公式套入进去，基本上就是可以长期的稳稳的赚钱。而且啊，大侠还有帮我们成立一个群组哦，像我们如果八六学员们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里面做提问，然后大侠也会时不时给予一些投资的建议，所以不用怕我们上完课之后大侠不理你哦。所以我真诚的推荐八六大侠的课程，不管是股票新手还是老手，都可以来上课哦。